走 ，OK， 三十到了，直接买我们的究极风车。哟，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欢迎收看小飞象的游戏实况。那么很多小伙伴在我视频下面留言啊，希望我再来做一下这款建筑模拟器。那么上一次的话，我们好像已经经过了加油站，造了一个小的便利商店，而且并且在游戏的最后，我们升级了手上的电钻。那么可以看一下，我们现在已经存了哇，百万富翁，百千万、十万、百万、千万亿。50亿，55亿，我的天啊！那么我们话不多说了，直接开始打造我们后面的东西。这个就很便宜了，我们直接造个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应该能造吧？我们直接跳过两个哈，这楼我们都不造了，直接造个这个好吗？来，准备啊，我们造个好东西，造一个特别贵的，我也不知道这什么东西，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。然后我们剩下的钱要开工具，开宠物，来个这个。OK， 我们买了一个特别贵的东西，然后我记得我们现在是要把东西给装上去的，不然，是这个，是的，把它给装上去。OK， 然后我们的房子，记得还要吃钻石。我们的房子在哦，在这里，哇，别墅吗？哇，这边还有好多钻石，呵呵呵，啊，非常感谢各位小伙伴支持，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关注一下小编的视频账号。然后每天准时来收看小编的游戏视频，每天更新两部哦，到时候准时收看。然后哇哈，然后我们还记得哇，一缕阳光，哎，特别漂亮，早上了是吧？现在就造的比较慢了。当然说可以用我们的电钻来帮它加快速度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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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吼吼，豪华别墅吧，这是，看一下能卖多少钱一栋？哇，我不想数了，大概9000万左右吧。太有钱了吧！哎，别，我想吃楼哇，2000多钻石了，我们一下子，我们今天任务有点多啊，宝宝的宠物的蛋在哪里？这里有两个宠物蛋，要用人民币开啊，这是工具啊，这是宠物啊，然后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工具，我们上次好像开的是这个是吧？开了个10%的电钻，那么这次就厉害了，来，能不能开出1%的这把光剑？来，叮叮叮叮叮叮叮，绿色工具箱，我。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但是我们只要看一下它的属性就好了。最初是叉子，现在力量是9，电钻这个是8，哦，还没有哦，但这个比这个厉害。我们装上去看看好吧，换了一个新的工具，这什么小铲子这么小，像调羹一样，在逗我吗？我们还要雇佣一下工人啊，在这边雇佣一下我们的工人，我们的工人啊，这里上次买到了哪里啊？买到了这个黑衣服的是吧？这次可以买个这个。哦，后面还可以买更加厉害的，买一个这个，然后这都是自动的，所以说我们把它全部买齐就可以了。哇哇，百千万、十万、百万、千万、亿、2亿5000万的工人买了，装满了，这样的话我们自动造起来就特别快。接下来的话我们去造什么？这游戏已经被我们玩通版了，这可以买吗？哦，好像买不起。哦，买不起，我们现在能造这个还不能造哇，但是很快就能造了。我们现在只能造这个房子，只能造这个别墅。我们跳了两级，你知道吗？就是，本来的话我们这两个东西都没有造，然后现在的话好像造不了什么，只能下一个是造这个 greenhouse 绿色房子，更加厉害了。哎，要不要升级一下我们的宝宝？宝宝的话，我们之前都开这个宝宝是吧？哇，不对呀、啊。不对啊，我们的宝宝现在好差劲啊！宝宝现在很差劲哎，都很差劲。我们每个宝宝的属性是不一样的，我们直接开个贵点的宝宝。开哪个比较贵？这个可以开一个，开一个，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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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个哇，薯条，什么情况？开出个薯条，那我把哪个给取消掉呢？我把哪个给取消掉呢？这个是建造速度，然后加行走速度，行走速度我们不要，这个好像比较差，对，这个比较差，把，哎，这可以再装上去吗？好像不行，把这拿下来，然后把薯条给装上去，漂亮 ，OK， 我们带了我们的薯条，哇，再吃点我们的钻石，哇，跳不上去了，哈哈，这个游戏，再过一会儿的话，我们就能造一个后面的绿色房子了。现在是造，哎，在哪里？哦，能造了。
能造了超贵的绿色房子。在这里没有钱了，我们没有钱了，造不起绿色房子。在哪里？我们的哎，我们的哦，在这里，我去看绿色房子了。我的我的新宝宝薯条、哦、这么快都不用我哦，哎，我差点忘了，不是不是，我差点忘了，我们这个没有装上去，没有装上去，他是不会给我造绿色房子。哇，两栋，然后我们的工人已经排满了，超快，看到没有？哦，超快，像是这个房子虽然不是别墅，感觉是做农作物的，感觉是在农田里的那种房子。看看里面的样子，哇，感觉是种菜的房子 ，greenhouse， 但是很贵，一栋大概能卖个几千几，可能有一亿了已经。我们回去看一下啊，百千万十万百，感觉有一亿了，很多个零，我已经数不清楚了，我已经数不清楚了。我们在这里可以看一下吧，反正已经数不清楚了。呵呵，这个分特别厉害啊！啊，可以看到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，35亿啊！这个房子能卖？哇，我有点懵了。钻石的话留着干什么？钻石的话来开啊，直接。钻石的话，赶紧来开我们这个非常厉害的，噔噔噔噔噔，多开几个，一定要开出来。这个好吗？这个哦，14%的。哇，14%的已经其实已经不错了。又是这个，又开了一个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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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水壶好吧，没有什么用。把我们的工具装上去。这个电钻已经没有用了，力量只有9。这个有14，看到没有？这个12不行。哇，现在是目前为止最好的工具了，除了光剑，一把剪刀居然是。接下来的话，接下来一个建筑是风车。还不够，要30，我们现在只有11。你看前面两个，看这个小逗号前面的两个数字就知道了，后面就不用看了。145、500、100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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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城堡吗？太有钱了吧！我的天啊！我们今天能不能造一个风车啊？各位小伙伴想看的话，记得一定要在下方留言哦，我们还会再做起来，在我的视频下方积极的留言。然后我们还会再做这个建筑模拟器的，虽然也是一款非常好玩的游戏。然后名字的话，我会打在视频的最后的。好，我们把宠物全部换掉，再开一个宠物，能不能开出2%的宠物？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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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。哦，可乐 ，soda。那么把哪个宠物给换掉呢？我们要拿下来一个宠物了，应该是这个比较差了。对的，把这个宠物给拿下来，换上我们的 soda。啵啵啵啵啵。薯条可乐，这里面什么宠物？哎，好像要2B，还有一个2%的。好，我们再开一个吧。叮叮叮叮叮叮叮，又是瓶可乐，好吧，应该能装2瓶可乐，把这拿下来。哎，可乐不能再装吗？什么情况？可乐就不能重复的就不能拥有吗？哎，好坑啊！怎么这么坑啊？我们把钻石全部开掉，再开，还能再开2个。哦，又是剪刀，能不能开出把光剑？1%的几率开哦，重复的他直接给我卖掉了，直接变换成我们的钱了。哦，手感那不错，你看重复他直接给我们卖掉了，我们这边会加2万多块钱，看到没有？只有2万多吗？这也太坑了吧！又是吧？好吧，直接卖掉了。这边跳到楼上，暂时吃一下。那我们把风车的话是多少？风车的话，我们今天能造成风车要15已经够了，哦，15已经够了，那造风车吧，买了个风车。30是吧？不够，30，我们再开一个这个蛋蛋，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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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，又是薯条，薯条会给我们卖多少钱？哇，一下也加了挺多的，啵啵啵，好，我们直接去帮我们一起去打造我们这家，这样子快一点可以。这样可以升级的快一点，直接造出我们的哦。树上有东西，这个树上怎么去知道吗？从这边爬上去，然后从风车上面，从这个大吊车上面跳下来。我们的现在移动速度，我们现在的移动速度也特别快，也是特别快的。完了，浪费点时间，怎么这么慢？我们等这个造完再爬在树上。这个吊车上面有2个钻石等着我们吃啊。OK， 走26啊。马上到30了，到30就可以升级我们的风车了。好，跑太快了，但是能跳到这树上。
哎，这钻石吃不掉吗？哦，吃掉了，我就不信了，再来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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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太快的效果也不太好，有时候太快，哎，这里可以吃，喂，跳上去，把这吃掉 ，OK， 把它吃掉，先别挡着我，里面还有两个钻石可以吃，好，这边还有一个，好，存吧，走 ，OK， 30到了。直接买我们的究极风车 ，OK， 现在没有钱了。各位小伙伴买完之后，记得一定要把风车的图纸给换上去，漂亮！来造我们的风车，风车塔在这里，噔噔噔噔，风车塔，哦，很快 ，biu biu biu biu。我们现在除了光剑就是最好的武器了，手里一把剪刀，大概10秒就能造一个风车塔了。这个能卖多少钱啊？来数一下啊。这里卖的钱看到没？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亿十亿百亿150亿吗？150亿，我如果没有数错的话，我的天，哎，这个风车再坐一会儿的话，我们今天可能就能造到140，还挺快的，楼城堡啊，今天可能造不到，但是下期的话我们肯定能造的。各位小伙伴喜欢的话，一定要在下视频下面留言啊，让小编再做两期啊。我们看留言多的话，我们肯定还要做两期的。这个建筑模拟器真的非常的厉害啊啊，是不是？哇哦，好吧，那么时间差不多，我们今天这个游戏呢就玩到这里了。宠物呢，我们已经进行过了更新，那么不要忘了明天准时收看，让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